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中国体操队盛产两样宝贝，一样是金牌，另一样是美女。体操队有着辉煌的冠军史，也出现过很多长相出众的美女。有一位体操选手却把两样宝贝都包揽了，她就是何可欣。作为中国体操唯一大满贯得主，何可欣退役六年，颜值蜕变成女神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何可欣是中国体操名将，运动员生涯极为成功，在万众瞩目的北京奥运会斩获团体和高低杠等四项金牌。何可欣有着非常好的运动天赋，进入国家队后很快就成为了主力队员，他最拿手的项目就是高低杠。他在世界杯、世锦赛和奥运会上又拿下过高低杠金牌，是中国女子体操唯一单项满贯得主，被称为高低杠公主。而完成大满贯时，何可欣仅有18岁。退役后，何可欣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深造，脱去运动服进入校园的何可欣没有丢下体育运动，她开始接触各种体育项目，身材保持得非常好。如今已经退役六年的何可欣，女大18变，颜值蜕变成女神，浑身散发着活力气质。你认为何可欣身材怎么样？欢迎评论区留言，喜欢视频就点关注哦。